天台有间度假屋，日日吹泰风。喂，你中意咩形状？四方形、三角形、圆形、心形。你拣咁多，我边有钱买咁多戒指俾你啊？咩戒指啊？我讲屋企嘅 design 啊！你讲紧咩啊？想求婚，俾啲诚意，搞靓间屋先啦、啊！好似呢个帝丰皇殿复式单位咁，用上几何图案做主题，客厅幅画框、图案墙纸，衬唔同啡系嘅方格地毡。呢种格仔风系咪好有型呢？呢间房好有客，雕通心、立体心，一睇就知系女女房嚟嘅。阿仔间房走黑白灰路线，床架以三角、圆形图案装饰，一啲都唔细路噶。单位另一大特色就系天台连私家泳池，池边围石春铺原木，围栏全部系玻璃，十足喺半空中畅泳。旁边的酒吧还挂埋木吊扇，真是很有泰国度假 feel 啊！